各位长者请注意，不要让腿部问题拖累您的步伐，保养至关重要。如果您正在经历膝盖疼痛，请不要采取错误的方法，遵循以下几种方法让膝盖疼痛远离您。尽管许多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但风湿病和关节炎似乎总是等待着向您发出袭击。但您知道吗？全球有25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位患有关节疼痛，而且每年还有更多年轻人受影响。实际上，根据卫生部的基本医疗调查，肌肉和骨骼疼痛是第四种最常见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和骨骼变得虚弱，并且协调性降低，使我们更容易受到关节损伤的影响。此外，我们的骨骼和软骨变得不那么有弹性和柔韧，导致疼痛和不适。不要忘记过去的受伤或过度使用，它们也可能导致关节炎。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您能做些什么来缓解关节疼痛并照顾好您的膝盖呢？首先，要了解你的膝盖疼痛的原因。天然氨基糖葡萄糖胺在滋养和保护软骨以及关节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产生的葡萄糖胺越来越少，导致软骨磨损和变得粗糙，从而引发疼痛和不适。事实上，葡萄糖胺在过去的10年中已成为常用的营养补充剂。但您知道吗？传统疗法也可以促进关节健康。传统草药如八戟天、淫羊藿、接骨木、骨碎补和姜黄，对您的关节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要让关节疼痛拖累您，立即行动起来，保持膝盖和关节的健康和强壮。您是否遭受关节疼痛和僵硬之苦？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容易受到磨损，尤其是我们的腿部。但请放心，因为我们拥有使您的关节保持健康和强壮的终极解决方案。全新推出的权威关节活素是一种全天然关节专利补充剂，它不仅能缓解关节炎疼痛，还能修复受损的关节组织，为您提供持久的舒缓效果。我们强大的专利配方含有9种精选成分，包括硫酸葡萄糖胺、软骨素 MSM、 骨胶原二型胶原蛋白以及八戟天、淫羊藿、接骨木、骨碎补和姜黄等有益处的草本植物。这些成分每一种都经过科学验证，支持关节健康和功能，减少炎症，缓解疼痛，促进骨骼密度。例如，八戟天在中药中传统上被用于强化骨骼和肾脏，治疗骨质疏松症和骨头坏死，而淫羊藿有助于增加骨骼合成，减少骨骼侵蚀，预防骨折和痛风性关节炎。接骨木和骨碎补也非常适用于减轻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和其他关节疾病引起的肿胀、淤伤和酸痛。而姜黄则能抑制尿酸和葡萄糖苷酶两种导致痛风和糖尿病的酶活性。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还有一种先进的配方，称为权威特级关节活素，它提供了更强大的抗炎和止痛效果。不要让关节疼痛拖累您，相信权威关节活素和权威特级关节活素，让您享受生活，保持强壮和活力。那么还等什么呢？告别关节疼痛，迎接更幸福更健康的生活，与权威关节活素和权威特级关节活素同行，立即尝试它们，走向更健康的膝关节之旅。权威关节活素零售价仅为新币48元，在新加坡的药店 BOG、 穆达发、裕华和中药店都有售。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youngtree.com。 您也可以通过6562-5526与我们联系咨询产品、购买或送货相关事宜。